然后看这里哦，他说假设在每三，假设每解三题可以答对一题，乙申呢每解三次题可答对三题，两人同解一题，则此题被解出的几率是多少？这题要你要先了解，解题互为什么世界？独立世界，你解你的，我解我的嘛。然后可不可以？可以哈。老师先请教第一句话。假设在每解三题当中能答对一题，所以说假设的解出来能力是几？三分之一。假设的解题能力是三分之一，有没有？可见解不出是几？三分之二，这样行不行？好，所以说假设嘛，解出来能力是三分之一，可见解不出是几？三分之二。乙申呢？乙申每四题可以答对几题？三题。所以乙申的解题能力是四分之三，解出四分之三，解不出四题，四分之一，这样行不行？两人同解一题，问你此题被解出，什么叫被解出？老师想请问一下，只有甲解出算解出？算。只有乙解出算不算解出？算。两个都解出算不算解出？算。所以说什么叫此题被解出？也就是至少一人解出，那至少一怎么算？把几率全部四起，一减掉没有人怎样解出，这样行不行？一去减掉没有人解出，等一减掉，来回答我，甲没有解出三分之二，搭配乙没有解出四分之一，所以说算出来几率四起，六分之五是出来了。可不可以？可以后把这边看一下。